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肖的角色攻略，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2.4 版本呢即将复刻，迎来肖的第一次啊！不知大家有没有肖呢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降魔大圣肖的攻略教学，方便有肖的小伙伴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。突破加的是暴击率，80级突破一共是加的 19.2。基础攻击率349，也是目前角色最高的。突破材料需要的是未除之玉，填不输需要防龙书。首先先来看一下肖的面板，90级双爆是这样的，天赋1660，灵命带的是决斗。肖也是现版本唯一的风系主 C， 带的决斗，在没有队伍的加持下，高空伤害平均在3.2万以上。注意啊，决斗对张比较强。如果在对群的时候搭配钟离双眼，伤害在3.8万左右，搭配钟离班雷特的话在4.8万左右，可以说在无 buff 和有 buff 的情况下，伤害沉底差距还是蛮大的。听完前面说的，这时候长得比较帅的人就会说了啊，那高空和低空有什么区别呢？好，这位八大木的帅小伙问得好。高空和低空呢，很好理解为高空跳得比较高，低空跳得比较低。以我的十级普攻为例啊，低空是323%的倍率，高空是404%的一个倍率，比低空高了1/5的倍率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我的肖搭配钟离的时候，高空起手是3.7万，低空是3万，平均差距个7000左右吧。虽然低空平均比高空多两次，但不过经过计算啊，高空总体伤害比较高，而且在打牛头轮这种的盾牌的时候，高空不会被盾牌挡住，低空的时候会打到盾牌，从而导致伤害打不全。原理是因为高空的时候怪物判定离塔比较远，所以他没有狙击盾牌来扛，而是扔你史莱姆，从而打到他的本体，而不是高空就有什么特殊效果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肖的天赋技能，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可以拉到进度条后面。首先呢是普通攻击，平平无奇，很帅。一技能风轮两力，很帅，倍率不错。如果在跳跃的时候释放风轮两力，最后可以进行一次下落攻击，而且一技能可以戳到小宝的眼睛，使他瘫痪，需要2次，2次之间需要间隔，因为这个小宝眼睛是有 CD 的，如果还是学不会稍加练习即可。一技能可以在日常跑图飞行中得到不错的体验。大招镜妖挪舞释放后会给肖戴上面具，提升跳跃能力，提高攻击范围以及攻击伤害，以及转化无法被附魔的风元素伤害，然后根据当前生命值的 2% 每秒掉血。会场换角色将解除这个大招效果。注意啊，大招只是一个加强普攻的一个 buff， 比如中士和雷神的加大招伤害是无法被肖吃到的，这个要注意，因为肖的机制开大期间无法吃到自己一技能的球，所以尽量在肖开大前呢先放两个E，再马上开大招才可以吃到这个球。固有天赋一开启大招后，肖的伤害得到提升，最高 25%， 配合大招掉血越仗越强。好像有这么一个人来着。固有天赋二释放一技能，一技能伤害得到提升，胖锁天赋胖爬体力消耗减少 20%， 啊爬枪的时候还不错哦。总结一下肖的天赋技能优先升级，灵命 A 大于 Q 大于 E， 六命的话将会转换成快乐风囊 E 大于 A Q。 接下来分析一下肖的命座，一命一技能增加一次机会，跑图的时候多一次通视，充能快一些，算一个小提升吧。二命后台的时候充能提升 25%， 作用很小。四命呢，我严重怀疑他和阿贝多四命搞错了，增加100% 的防御力，好家伙。六命呢直接快乐风囊开启大招，命中两个敌人后给戳几下，大招再次命中两个敌人再戳几下，就按照这个循环啊。但是如果你命中一个敌人的时候就触发不了命座，总体下来的话辅命座的推荐的话是一命或者六命即可。五星武器方面推荐的话是合浦渊护魔冠红天空或者剃草，前两把需要根据自己的双爆做出调整，个人推荐肖的暴击率要大于 70%，后面几把的话对肖的双爆要求比较高，但是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四星武器方面推荐只有两把，决斗和黑岩，同样跟最肖的双爆命板做出选择即可。三星武器白鹰枪加的暴击率过度，现版本的肖废物也是比较简单，萌新前期过度推荐四脏狂加暴击率，配合肖大招扣血以及肖的暴击率需求都是比较契合的。后期推荐圣物为二风二角斗，如果没有好的二风套的话可以选择二追翼加二角斗，
萧也是比较吃攻击力的一个角色。像遗物部位方面呢，除了画和羽毛固定外呢，攻击杀漏、杯子攻击或者风伤都是可以的，经过计上都是差不多的，需要根据副词条哪个好带哪个的选择。头选择暴击暴伤，词条主要需要暴击暴伤、攻击还有充能效率，都是萧依赖的一个属性。接下来是萧的阵容搭配方面，萧这个角色已知开大是无法通过一技能吃到球的，使他的充能压力比较大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充电宝角色，这里推荐有砂糖、琴、雷神，都是比较不错的。而且萧开大后容易被怪物攻击而导致暴毙，需要搭配一个护盾角色，首选是钟离、道鱼、托马、道鱼猫娘。钟离的护盾不仅可以给萧带来安逸，还可以提供全抗 20% 以及大招的控制效果，从而提升这个生存能力。至于托马的话要求比较高，充能要大于200，生命的话一般是推荐3万以上，命座方面比较推荐4命或者6命啊才会比较好。猫娘的护盾的话相对其他两个角色来说比较薄，很难维持到萧大招的一个持续时间，虽然猫娘的大招有奶量，但还是不如前面两个护盾角色带来的安逸。最后一个位置可以一般情况来说可以选择班尼特，或者搭配重离臭双眼的阿贝多也可以的，或者凝光速切 C 补输出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是搭配砂糖的话，因为砂糖封套无法减封抗，砂糖的选择适中是给全队提供 20% 的攻击力加成。搭配雷神的话兼顾充能的问题以及接力打输出，不过对比砂糖的话就少了个巨怪的效果，具体如何选择需要根据环境做出改变即可。好，来，以上就是萧的一期